行。干什么？就孩子啊，睡不着。现在你是真有招啊！就这件事儿，我今天我必须狠狠夸你一下。行了，你个拉倒，不是啥让你夸，夸我哎，整他没有用，夸吧。我就说想表达啥，就孩子睡不着，我就发现你特别有招。就那孩子睡不着，你就给整睡着了。哎，多余那整那个。我咋的了？我自有方法。哎呦我的妈！就憋这四个字，以为你忘词了，你说吧。孩子晚上哭闹一般啥情况？什么情况呢？慢慢的我就发现他是饿了。漂亮。饿了咋整？饿怎么办呢？喂奶呗。一喂奶不哭了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上网就查了，这个是一个古法，名曰奶睡。就是孩子他睡不着，对吧？对，让孩子跟他奶睡一觉就睡着了。对不对？郭子欣呢？郭子欣，我发现你真的是特别棒，出色，优秀，人才。你知道你啥棒不？啥？听不懂人话这点特别棒。啥意思呢？我没时间给你解释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赶紧收拾东西。今天跟我们公司去开会，这两天可能都不回来了。好好照顾咱家儿子。没问题，有我没事啊，儿子，宝宝啊。呀，咋一抱就哭呢？爸给你唱歌啊。月儿明那风儿轻，独行歌这窗棂。呀，你看宝宝睡着了，睡着了。你看这还有我呀。这孩子爱听歌呀，这是。那个儿子，你可别哭了，爸俩胳膊都酸了，你别哭了啊！哎哎哎哎，你咋还哭呢？哎，我想到了啊，刚才我媳妇是不是说孩子睡不着，跟他奶睡一觉就睡着了？那我就带我上我妈，那不就结了吗？就干啥你都得脑子得行，妈，我来了，妈呀！